大鱼或者宝母马都行，然后我沉默可以担保。我操，他们质量为我们需要一个能动的酱油啊！哎，没有能动的酱油。什么能动的？那就是我们前期就只能自己靠自己打自己啊，没有节奏前期，沉默是动不了的。可以考虑什么说的？他们这三路线都好强啊！也别骷髅王打酱油了吧？那就拿力是吧？不是，可以考虑就拿个力气去保一下，一保中路。感觉对面冲脸还蛮凶的。那我就玩力去了，力去，你去玩沉默，沉默要出装备。我继续打我的五号位。让大鱼上单。买走真眼，我买走真眼。你哎呦，我操！不用，我包了，我进来了，算了。没有，我在考虑两人装备我怎么出装，还是正常速平吧。他们应该是212分路，他们应该是212。扶摇走的快的一逼，我记得315扶摇。对他们212扶王应该加 LV 吧。哎，那晚安少女他会走上路啊？那就是剑圣中单吗？中路啊，女王还不走中路。哦对，应该是奥斯汀中的，我感觉是应该奥斯汀中的。看那个名字啊。不一定啊，哎，可能晚安奥斯汀去打 C 位了吗？对啊。把奥斯汀他妈中路强了一逼。把我的甲上打爆了，啊不，对，把那个那人打爆了，我操！哎，那个肯定打爆，毒龙不打爆熊猫。问题是我那个弟，你就别来上路制服了，你要一波要压人。不过他们这两个人啊下路。I thirst for magic。他们是医学阵容啊。I'll handle it。哎，书生，你赶紧走过来，我给你点个眼。下这盘就我们这三个大哥就先裸跳刀，都不出点心，就跳刀以后再考虑不点心，先把跳刀搞。我眼插线上对吧？对。小口也过来一点，我给你点个针眼，我们就把针眼溢出了。给我点个针眼，书生，我两个针眼都给他，一个枫叶，一个反线上。我过来吗？过来。小口过来一下。啊，你先去帮他。我操。女王上单。他断兵。小口过来一下，真眼给你，我帮你吃个上路的兵，中路的待会儿再吃。这节奏是巫医中宝剑圣，王上铁，王上单位是。真眼是什么意思啊？反线上眼啊，封他们眼啊，随便你，两个真眼你看着用。Watch and learn。先把你上路给打得好混一点。Easily done。不来。中路是穷鬼的剑圣。Watch and learn。好，看我点死他！妈了个逼，欺负人！下路应该是就女王单的吧？我操，这下下路不操你妈，欺负人！我加个动画，他八棵树啊，我不想点他了。欺负人，那你也得点啊！我知道的呀。点归点啊，慢慢点啊，愚公移山啊。四棵树都给你，给我点两棵。要不然来中怎么样？不是来上怎么样？那个不要。我先把中保一下先吧，他打穷鬼对线。我不是第一个剑圣吗？感觉让他混经验。那我要补原盾。Very clever. Be quick. 中保打中鬼对线。Very clever. 完了，补不到了，哎，补到了。差不多，再帮你吃个兵，我走了。我还能不对，我先把中路这个剑圣压死一点。知道为啥不？因为他穷鬼盾出门，他没补给。来，把他压死。Get on with it. Leave it to me. Watch and learn. Easily done.那学乖了，跑一个人会来旁边压我了，就是光这样分路也是非常好。能不能帮我垫到？对，就是他们线上强，我们把他们线上强的这个优势给化解，我们中期强。Leave it to me. 他没蓝了 ，LA 没蓝了，就控服了。先死他好吗 ？LA 没死啊？一过来打双冲了。哎，你干嘛？铁头哥这么铁？还保了一组吃素，两组吃素的现在。我操，加速了喂！哎，我没蓝了。怎么回事？两个小精华。留着了，等于经验不用了。我是死亡。打野去了。对。我不去上了，小狗，你看这个剑圣已经被打得挂机了。我把你电脑你补。
Watch and learn. 顶着顶着这波线。不用刻意去控线，因为我是个地区。好像我不控线的，我会刻意的去。这个法术兵给他点掉。后面来了，后面这个。Very clever. Leave it here.搞太多在这，我有魔杖，先买个物存在家里了。王俊打野了好像，我主持了。这么点人还凶啊！ Watch and learn。 那我们就够两路顺，他们一路女王顺，女王顺的节奏。大鱼混的还可以的，我只能吃经验，不能怎么，已经不错了。现在是连经验都没得吃啊！他吃的是反腐经验吗？进进去，我拉波鱼。拉吧拉吧拉吧，可拉。Watch and learn。再帮你去囤波矿。Very clever. Get on with it. Easily done. 没事，还能摸两个刀。Watch and learn。要不你？哎呀！哎呦我操！中午杀死了。放野回家，怪神。要不变个鸟，我啊变个鸟，我得用。我要不要用东西？中路。不用。Very clever. 我突然发现个问题，我跳到节奏他，哎，吃个隐身符好像。谁？我将。对，无一，应该是无一。隐身符没用，有针眼，那刺激的线上有啥用啊？完了，铁头怪来了，把我杀了，他们人也得死。就是拉波野区吧，把线拉回来。啊。Watch and learn. 是谁的东西啊 ？The blood elves await.Very clever. 他动我，停了，我操！那我先一张。你能把剑刃收了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这波不亏。我拉波双眼去。去，你去拉好了。塔下刀我还跑补点。但我刀都补不了。Very clever. I'll handle it. Get on with it.是乌云娜的一血吗？我没看名字。是乌一乌一。那没事。It's come to this. Thirst for magic. Very clever. Watch and learn. 我回家补几波了，你来压他一下吧，乌鸦。Very clever. 我爬到六级了，我有点不太敢压他。The Blood Elves awake.Watch and learn. 哎呦，他怎么会溜呢？可以先退一下的。大陆我可以来啊！我操，他们乌鸡来了。啊，乌鸡来了，能不能来人啊？我走不掉了。我中路门马可以来，能不能来啊？我上路都没来了，进不了。你是一点，你到六了吗？哎。我打药，别走。我死不掉。哎，有人！先躲一下，我先躲一下，我知道，先躲一下。哎呀，我天！哇，苏醒在家里了。再给你两个。哎，这个。啊，你运动一下。保级。Get on with it。哎，没来。我那么早出跳刀，感觉意义不大，有点。你看情况吧，出点力也行。快来冲，我混不了中的。他剑圣六级了，完全混不了。那就各自战线发育吧。哇，他又来了，他也没蓝的，去勾引他吧。他九个魔棒，但是小心点。对啊，这么多兵被他回到一下，他吃掉了，他吃掉了，他吃掉了，但是他没有树。有人。我线断了，刚刚亮了一下。拜拜。哪里的线呀？这个锤已经断掉了。断的线是在哪里的？你说一下。这里。魔马要枪的话，上路随便杀女王。女王非常狠，而且能帮我带节奏。你们下路注意气啊！下路注意气。我踢不了 ，TBCD， 刚才下路。有人能踢吗？我能踢，但是我状态很空。嗯，我打他，他没蓝的，他就是个魔棒。我马上六，啊，他们还要冲了。上来吧，上来吧，上来吧，魔兵。要不贴贴贴贴贴。没锤子。哇，这个完了，我这个踢的位置不好。
他没来了，又是个魔棒。你踢慢了，我着急，我先踢了。剑圣也不见了。剑圣有大的。我吸了，我吸了，全吸到了，全吸到了。剑圣应该是没蓝了，剑圣没蓝了，剑圣没蓝了，剑圣没蓝大了。给我吃了。来，我也是剑圣。他们都没蓝了。我回去了，我也没蓝了。你们打啊。我给你一个大药，我给你一个大药，你给我。我只有一个复活的蓝，没有锤的蓝。点金找炫招给你扔家里了啊，就让他们这样吧，就让他们这样吧，刚好能补一会儿，现在女王刚刚好补在，对，你先补一会儿，他们全部没蓝了，已经下路正好补个线眼，这边也罗马能来下吗？女王可以杀一波，我大招刚交了。哦，你有跳刀吗？没有跳，我是跟你说了做点金的。我加点是三个技能各加两点啊。女王现在随便杀。我操，我拉野了。Watch and learn。赵云，这里三波，这里两波，中路开。敢杀你了？有人会 TP 的。这三波，这两波，来，反了，反了。斧王面死，沃洛克面死，啊，我 WD 面死 ，LA 面死。WD 贴下 ，WD 贴下。斧王在这。但这波是石头人，没啥清的必要了，去清下面那波。你等吧，等我点击再清。剑圣上去了，剑圣上去了，走吧你，剑圣加速不上去的。王没蓝了，王来打野。你们转吧，我那个是已经说慢了，已经走不了了。我把女王杀了，还可以。你把女王杀了，那不可能。你不要我中路再截他，我也靠过来了。点二好吗？六，我六了。Watch and learn。你是图吗？不是两 D 的门吗？要不你给我喝瓶子，我去。哇，算了，不要。吃不了那个瓶子。你可以来上的大鱼，现控在这的。The blood elves away. 我有大了，我看能不能干一波别路啊？给你来个三级的兵甲，那或者我就死保下路吧。不不不，你想动的话可以动的，我还行。我现在如果他们人多，我可以打野，点金了。那蒙曼也输点金了，那我还是蹲你吧。我骂吧，朱晨看能不能也搞个点金。其实这剑圣可以杀的。我大招，你 TP 可以，我去下路了。我是两级级，两级级，我三级级套在兄弟。这是真剑圣还是假真剑圣？可能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来了来了，赵云。好，出神。哎，这大哥被我打出来了。哎，可以杀的呀，这大。他在清我的矿。我补给很关键 ，Nova。这是没矿，他这三个一波一波。没，我又拉了一波的，我又拉了一波的。我四级兵甲，我现在。现在随便，现在他们斧王在自己家打野，很穷很穷。上路我操又吃了。他们哪里有眼位什么的吗？是的。女王走了，把这巫医杀了吧。On with it. Be quick. Time is mana. The blood elves away. Be quick. Time is mana. 蹭个灵，加个灵甲。On with it.那就是说现在去他们也去找斧王，他们是完全没招架之力的。陪他一段。他妈的在我们的高台做这个眼，还好我机智。快是拉贝上 TP。 我去拉野了。
小口不混账，那我不给你做保护员了。这波我绕后，哦，这波不用我绕后了，木马可以绕，我拉不远。On with it. Very clever. 木马回中了，我觉得去刷的飞起就得了。安迪的自己的兵甲，刷了吧？有没有觉得很安全？这个兵甲一套上来。哎，我看见这个逼的眼了，哇，他我一条命没了。哎，这个巫医补的眼被我反了。那你补你补，我去打花眼。我有大的，我没大，我没大，我没蓝。这个巫医做的眼被我反完了，他们现在视野是黑着的。上路塔要没了。塔没了正好，我要放塔没了正好。塔没了吃大鱼才好混。就等那个塔，我就等好久了，都要把它塔了。小口，你要是打野的话，你跟我说，我四级兵甲很稳。我回家补一下账，就算了，我账。我站上路应该站线站五分钟。我现在门马的 E 是三级 E 两级 B， 刷的飞起的门马去刷。你可以给那个布莱恩特给上一个 E。Easily done. Leave it to me. 女王可能这是专用过的，这是专用过的。女王可能不要了。专用过，转完了就走了。我就一级大招了，一级大招，从一级大。Watch and learn. 补王，跳刀会找一波节奏的。我感觉我需要去蹲一下小口。没事，我死就死了，你们打钱就行了。没事，我死，既然他们抓我，你要来下了，可以提支援，可以支援，发就行了。我有大的，蓝色保护着你。下路 Q 系统 LV， 三个下路三个至少。我能提前踢过来了。这我操，我马上蓝色，我要带上路补个跳，我要带上路补个跳的。你们先别直接打起来，拖一拖啊！蓝色保护着你。下路应该全部来了。我差100块钱跳刀。这波斧王可能跳了，不知道在哪儿。对，肯定是跳了。我提前下来加兵甲了，很肉的。然后斧王转不动你。然后我是三级 Nova。别站我这，别站我这，往后退了。下路五个人，下路五个人。下路五个，你们来不来？通了，通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刚才就说了吃不了，我要打跳刀的，200。但是就放上吧，我操，精神秒都行的。女王，女王，哇，他精神被他斩出来了，绿色蓝色保护着你。行啊，我把哎你没蓝啊，啊，这怎么有巫医？我操，怎么有巫医大？我操，我都没认清局势啊，不然我他妈精神杀不死啊。这波讲道理，35还可以吧？大局在发育啊，还可以。他们两个大哥死了，还可以。他们这波挺强的，斧王跳到第一波，正好我这一波也是跳到过来，我们小亏好吧？小亏，我他也亏，有点亏了。斧王大招都没打出来，没蓝了，咔嚓一锤子锤过去，锤他妈直接跑了，套子啊！这波是能接受，小亏。能接受，能接受。这不还好，只要我也快点进。我是大人头。我跳了，我跳了，我跳了。莱恩特，吃下我的四级 E。Your magic is mine。我们把他考虑走输出了，就吃他妈的。我来找你们开波，为什么呀？完了，死了。能救我吗？要不要等我大招？我操，下路干。师傅，我们来开波。我马巫医，咱仨开波，我让四王刷走走。去他个妈的！我在那，我有踩的，我有踩的，我有控制的，走看看。我提前告诉你，我没大招。不用的，来给你加一个蓝色。他们现在全部回家了，你们开我有点白开，要不只能抓上。走走，就抓这女王，女王很跟踪都可以的，你抓女王也行。看到我刚才斧王 L A 加 W D 全部没状态回家了。走，你跑太快了，你兄弟钱。哎。避一下吧，别被他避出来了，不要过。这个波能推中，马上有大。我在逼中了都。这女王真的很蠢。你们别走，我马上有大。蓝色保护着你。五秒。buff 给你加上。其实力取
我这种打法力气很克大鱼的。小心开悟，他们放好了，小心开悟。来了一个，我有炸，我有炸，我有炸，别走。我也炸。护着你，保护着你。可以打线索啊！哎，我说完了他们。我操！都给我去死！哎、都给我躺下！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这能不能打他？能不能救一下？没事，你死不掉。不，你死了。哎，死掉了，没事，没事，不亏不亏。没事没事，死都不亏。他们，我操，剑圣上去转，还不是被活了，哥被活了，全部有技能了。The blood elf is a warrior. Get on with it. The blood elf is a warrior. I thirst for magic. Get on with it. Leave it to me.嗯，现在是撵着对面干还是刷？给个撵嘛，让我直接过去撵，撵就退下。我也去吸点血，带上眼，吸点血，我也去吸点血。都没了，擦完了都，我都擦这边。你们补一下状态。野区有个红点啊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们啊，我们野区。是后面去吧，是我打怪的时候。那个谁补一下吧。就是红点，大刀谁的？再拉一下，我的。让魔法跟库尔，不是让魔法跟那故意补一下。我感觉这里有眼，这里有眼，我感觉。我可能吧。没有。我们嘛要思考一下人生，做什么装备？可能趁我没到的时候开悟了，骷髅王小心点。来，这把骷髅王了，我也大招这一波。我有大。别急大，你别急大，先看情况。怕我没踢下来，是猛犸踢的。没事，这波赚。我操，还不一定，被女王杀了。咋会不赚呢？杀了他。打晕。他妈的，把他打出来了。打满，再打光。抢个人头，我操！哎呦，我操！哎，飞下，我炸了。一个信息，在你们杀人的时候，我们的远程小兵尽职尽责的把小黑擦的眼给反了。这里吗？很尴尬了，我得吸点血啊，我也是得吸点血。那这波他们还会打，但这波我又有炸了。这波我没炸。你没炸也打得过吧？这阵防双啊。能不能做个眼推推啊？没有。如果这几波都是我大招打得很好，打得就特别爽。保护着你，说谁？保护着我。推还是推？我们这阵不好推啊，讲道理。讲道理不太好推，要杀完人。那么我去杀完。讲道理我就做西瓦了。我就做西瓦杀。我操！你们这么讲道理啊？你看他们讲过道理吗？哎，推啊推啊！我操！哎呀！哎，你要远古。大操！我直接大了，我杀一个是一个，他妈了个吧！可以，那感觉走，可以撤了，我没大招的。哎呦！走吧，骷髅没大的。哎，我走了。你能不能走就看你的了。On with it。哎，杰森在转，好吧，在转，我肯定走了。对啊，我就看见他转的，我就踢了。我操！我要往这里跳，这里没有探测过，我跳不过去。我真是鸡巴蛋桶。我操，就死了一个，又死了小丑。刚 TP， 然后我们在打钱，这波。哎，发了个点，是我换的。我三号位换对面一号位战火。对。我需要猛犸 buff 啊，他在哪？不要吓我一跳！这他妈刷的好不带战啊！至少吃了我的 buff 就感觉停不下来。快！我要来找你给个 buff。他们中路可能会打你们，他们中路可能会打你们。他们已经没人了，就从已经没人了。在中山吧，我有大招啊，有没有雾啊？我有雾，我身上。来干他们！这个塔不管了，来已经打掉了。buff。哎呦，你妹的，还发个冰甲，我反不掉。Watch and learn. Leave it to me. 我觉得也可以开五跟他们干。我们在我们家野区，他们那 L A 不在，他们四个人的话，我感觉我们能打过。来开悟来。L A 不在。不用带我。等我，我拿个东西，我拿个东西。我们四个行啊，走。哎，拿个东西。我现在一直没有发育，现在一直在逛街。
我他妈好想拿个狮王啊，他们也算了不拿了。看看见一个人，我，哎，我点击了。如果他们没有点，让给我，让给我，让给我，接上说。我先走吧，我先走。十秒钟才有大。过去就差不多了，微一秒啊。啊，见人就秒。你们管别人？哎，我操！我不动手，我都漏都不漏，你们就杀掉吧。杀掉了，杀掉了。我刚好被他的弹到。哎，可以打，先生。打吗？有大就有的。有他就打，被打断了，我那真打，非打非打，哎，就是这样才对的，我有大，我空大了，对啊，就是你空大了才对的。有人能杀对我吗？真的，你我有大，我去踢了，我先踢了，我会看的，极限好吧，相信我，但是他有盾，也不用开了，还有人来吗？我妹可以跑了，我妹，我补一补，走，别打晕他。他们绝逼要过来的，苍鹭。女王感觉再来个人把他打掉，把他盾都留了两三个。猛犸不是在就在我们附近吗？猛犸比他，他没啥用啊。猛犸没大，有用吗？他真空大了。对啊。我还用空大用撞。走！TP，我炸了 ，TP。就卖，真的。让他去死，让他去死，一个不占油。耶！我操！我开大了，我炸过了。等一下，我隐身了。我这个一直要等一下，结果岩骨也刚被我打掉。说空大就空大了，飘的就我操！我还以为你们吹逼呢，真空大了，直线空大。这个塔是被反腐的吗？空大了就空大了嘛，对不对？就干其实这把我都能做点金的。你给我一点了好吧，其他的我都原谅你。哎我操嘞，那我不原谅你，抢我野。你走开。你走。跟你刷，跟你刷，你个小贱人。大路可以推啊，还有个小蓝，他们你要顺便把他给贴了吧，然后还有个小蓝，干了就是，有道理啊，小蓝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我操，这轮并给我怎么样？ On with it， 这小蓝是我买了两个，留了一个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那我前期那个就吃掉了，前期那个也被我吃了。你还要吗？下一波，小可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那我推了。Get on。他们带球了已经开始了，完全不能逼对面。后期厉害，我可以是 PP 去。哎，我们后期无感好吧？我们后期无感。QP 没状态 ，QP 没状态，直接推吧。这波逼一下高再说啊。这波我没大，四十秒。算了吧，要不要？高一算了吧。Watch。回去吧。我先踢了，我去看看小哥怎么跳。对吗？哎，窟窿可以锤到呀。我第一时间没跳。我这个选择的位置不太好。哎呀，能大点的。我们这三个后期越往后。这个熊怪什么鬼？有人吗？我来，我在，有人。你要怎么说？熊怪。Watch and learn。要不把他杀了吧？他勾引了我的注意力。哎，他妈的没意了，我操！这你妈的熊猫队友，熊猫。哎，来打个盾。盾有没有了？还没刷呢。他们不是很早就打了吗？The Blood Elves。不对啊，在好像还在 QP 身上呢，这刚刚打掉了没有？没打掉。没有打掉，当然没打掉。当然，如果来个人，哎，他们不反我野区的眼，你发现没？小飞想发育，他不想买眼。我们这盘可以考虑就是说开悟找他们干了。不，最后一个悟上高。五分钟之内最后一个悟。那就开个我抓不到人就发育了。对啊，抓不到人我就发育，发育飞起，走悟走。太高，上路四个，下路一个。自己靠吧，要不往这里钻，我自己靠，我自己靠，我会靠的。我先走，猛犸大家后。这波直接往这边走。对，直接往那里。眼看着一波爆，加八。你是先手吧？哎啊！就是有肉山的，我只能打他一个了。后面有人。刚才有人，让猛犸先说啊！刚才有人卡着我，女王有盾的，女王有盾的，两条命，大女王的，他肯定 TP 了，不用去了，打 B 才不 TP。刚才有人卡着我，我只能那样靠极限距离，要不然路就被破了。要是跳到那两个，我后手。他已经是逼走了，这个情况我已经是极限跳了。没事，不影响我，这个兵。逼一下高吧，他快没盾了，他们要
逼过去他就没盾了。你要稍微等一下，等一个小兵的钱我就推推了。一个小兵，我也有推推。一个小兵。这剑圣你能杀我就开大。嗯，我看我在看。你锤到我肯定接大。他在打这个野应该就。哎，左边有个人，哎，完。哎，对呀、啊，我不开大了啊。去你妈！你开大下来。我把他抬到肯定能杀、啊、我刚看到左边有个人我就想小伙往这里面推一下，往这里面推一下。哎我操，我被抓了，来再中路我就死了，我浪 了我们再往中靠还能打吗？你们什么时候能打？能打这边有个女王，你要看见她了。哎，这女王追锤他点灯，他没打了，锤他直接干掉女王，他已经死了。俺妈没捡啊！我烂了。那个盾计时间了吗？没计。盾好像快好了。这斧王又想断我们。我在找斧王，有人来吗？我呢？不是，我们机动性跟不上你的，知道吧？机动性跟不上你的，跟不上。应该是我一样吧？我就不管他了。中路可以，中路要逼一下。就去中了。Leave it to me. Be quick.他们王还在下路去带了，只要看到女王买了的话就先走，女王不买的话是赵云差不多拆塔过来的。女王买我也有大，他只能放不出来了。如果我们打先手，要不他们应该等女王活。有他闲工不敲他，不如敲其他塔。我把他大都打出来啊，谁让他？那你把他杀了怎么样？他一个锤又死了，一个锤又死了。先撤一下，现在就冲过来了。先撤一下，我先不王直接，王直接开门线。我没蓝了。那个八七五给你带，骷髅王，八七五拿着呀。那我的八七五你带着，再回回吧。那你还不给我磨平喝呢？八七五，哎，磨平行啊，磨平也给，都给。哪有这东西啊？他们我不扔锤了，我扔锤没蓝了，锤他妈的！靠小口走他妈的！锤他妈的！猛犸救你啊！猛犸救你是无解的。他们不知道小口走掉的。对啊，锤他妈的！没蓝了，我不舍得打他一个。去打盾吧。好，被抓了，可以打盾。打盾吧，急什么？八七五给你，谁打？我打，你丢地上，我们把的，做刷新的时候八七五。哎，要么就是在这等他们。让骷髅王一个人去打。对，可以等一下。我给骷髅王点灯，我去找你们。我给骷髅王搞个。他们先不要管了，让他去干吧。我站这边啊。他们一个人打吧。这波斧王跳吼，我直接开大。这边已经没人了。那破了吗？那破了吗？我爆了。啊，没破。小心被他们抢断啊！小心！我这个骷髅王好啊！我直接拿掉了！啊！小心抢断！两条命呢，就是干！我小心被抓，小口。你们小口在位置。他不敢抓吧？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，他们打他没得打。没打就是干！我操！他们是没得打。但这个盾讲到底还是得给骷髅王，他拆塔呀。不是猛犸的，是吧？他的人我直接先手，我死就死了，我直接。我有推推，你推不了，我可以先推你一手。对，拆塔，先出来，我跟不上。让他拆，反正他们女王不回来，女王回来已经。我开大了，先秒。女王被秒了。王买了。右边还有个剑圣要偷人。看到。王买了。王买了，我走开一点。我拜拜。我推，不要慌。不慌，推我一下。一起，不要慌，不要忙。哎呀，他怎么？我操！就斩我！我还跳火了。打他两次啊！拜拜！哎呦，乌鸦怎么没死啊？好、哦，你看我加了这个蓝色，他根本砍不动人。来个蓝色。来了。来个。我们两个酱油，两个蓝色，他那个剑圣砍不动。
先生要干嘛？哎呦！我去你妈的！哎呦我操！葫芦娃，我被奶死了。这逼开个悟过来砍我是不是？还是他没开悟？没开悟就自走出来的。吹逼吹死了，我是你哥。再见。再见再见。电话联系。我先走为敬。讲道理的话，我这两个眼还是。到高级玩一会儿，你记了。I thirst for magic. 哎，这个女。